师傅要给这匹白马起掌啊，钉子胶皮掌。拧钳子，拿锤子，拿锤子。对。耶！拿下头，拴钳子，拧住人都疼了。拧。好，不这还是稳定的。还有呢，可以，起了这个，下来了，还挺顺利的啊。这边那边都是撂回来，把腿就把腿就是让俺妈放一个英文大腿。给钱多少？一个人干不了，是吧？对。没工具。打好气。干不了。这西安庄男一。这跟那皮鞋定长是一样的。骑马。掉了。下来了。晒马。长。我哥还在房上。这是我姥姥，这舅子还没好呢。好吧。看看这大体质，练个会儿磨也磨。我不会捏，我光会吃。老师啊。这是拉了把顶啊，头。谁在他这儿？啊，出了个女的。哟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啊，好嘞。不对了，要找一个。老康应该正常，老康的慢慢臭，正十万吧。慢点。没有养马的吗？养过去。养过去。嗯。养过去没？对门死了个人，那东林家，叫东林家。嗯。一来个又死了一个。又死了一个。我妈求我这老头说，这个耗子你妈，嗯。开始捞底了。石头快乐，有石头，你们非找我了，呵，掉了，那可不就完了？这石头，那都石头了。
就是看了吧，就是挖成了味味道，这头发就都得劲了。嗯。你得平下来。两边平，中间不。对。这驴子都得劲了，这个不这样，不这样。正着正。这驴这么老实，老实人这个。没有喝的大老有老实没见。别动啊！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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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啊。卷的，卷了，卷成这样。你不能不连钱，他不卷，他不那块，他不按理那嘛，不得不得。这你要干活驴，这个得丢好几回。干活儿、啊、干活儿还得定上声儿，挺好，得飞好几回在这飞过，一圈儿飞不过。教会中医了吗？中医教会了吗？对，中医这把式怎么样？中医大老板哪丢这样儿？丢。有天这什么还挺好干？啊，中医。哎，他不行，干手脚是吧？嗯。干这个是吧？走吧。